Hello，大家下午好，我是 Tony Choi。今天是2022年7月23号，星期六。今天是星期六，Happy Saturday to all。我的微信啊，暂时被 account 被 froze，我已经在尽量抢修这了。所以有谁要找我的话呢，就直接去 at 我的 Facebook，我的 Facebook 一样的，跟我的那个。YouTube 啊，照片全部一样的，是 Tony Choi 啊，也是一样的，所以你 at 我的 Facebook 就可以找得到我啊。有什么暂时先 at 我的 Facebook 先，因为我还没有搞定我的 widget 啊，在努力抢修这了。不过刚才呢，进到了，一下子又在中踢出去，踢出来，然后又在进的时候进不到，他讲 too many attempt。所以要看来要等多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先呢？I don't know 啦。But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找我，可以去我的 Facebook，然后 Facebook 一样的啊，一样的也是 Tony Choi，T O N Y C H O Y，然后 T O N Y 空一格 C H O Y，照片是跟之前的 WeChat 是一模一样，OK 啊，可以加我的 Facebook 啦。好，接下来要讲的是师父阿赞吉提巴啊，因为他的这个 permanent 的 visa 还没有做好，所以无法过来槟城先。But 现在已经在做这了，听说还签几封的信是吗？那天去问的时候，他说一个 Samna 的什么啊 committee 的信哦，一个是什么？什么 bond 啊，什么，就是好像是叫做什么 security bond 是吗？啊，好像是人家的担保人的是吗？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所以等这个三张的 letter 好了，阮师傅的 visa、permanent 的 visa、一年的 visa 做好了啊，那么就可以安排他过来槟城，甚至乎KL。甚至乎约好都可以去了，然后不，我们先等一等啦，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等一下咯，不能做什么。然后呢，那个打渡的师傅阿詹罗已经到了，他会在这个8月3号来到槟城，来应该是有10天左右吧。然后呢，喜欢做法力刺青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过来看看图案咯。因为听阿詹罗一说，他们有拿一个新的图案来，所以喜欢刺青的不妨过来看看。第三个东西是现在我们开始有做那个莲花蜡烛，莲花的蜡烛。所以那个莲花的蜡烛呢，是否这个攀沙靠攀沙，就是每次每一个师傅每一年都要去闭关修炼3个月的那个叫入霞靠攀沙。哦，然后3个月过后出来呢，就可以做那个卡提呢，啊，袈裟大殿啊，就是送袈裟法会。所以呢，现在师傅7月14号已经开始了，所以 within 7月14号到10月14号这3个月期间，所有人要捐那个蜡烛的莲花蜡烛的，可以联络我，或者是我的 brother Mr. James 在怡宝的。哦，一粒蜡烛是20块钱，and then。要给一个华语名，还有一个就是出生日期啊，出生日期不要写也可以 ，up to 你们的。不过很多人也是照写，然后你给我了过后，我就写在刚才那个 sticker 上面，我收集了，我就寄过去给师傅，收师傅到时候拿到他拿那个 sticker 连在那个蜡烛上就 OK 了咯，因为师傅眼睛也是不好了，我帮他写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也可以写华语啊，都可以没问题。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我们是现在一直有 open 呢、啊，到 anytime 就是这3个月都 open 的。因为师傅不是一次过点所有的蜡烛，他是随机咯，今天有念经点几粒，啊，晚上念经点几粒，然后明天念经点几粒，就是连续这3个月咯，就做3个月对咯。一粒莲花蜡烛呢是20块钱，马币20块钱。这个钱呢，除了用于买那个莲花蜡烛外，其他的钱就是给师傅 ，as Samnak 的基金啊，可能是他们 for paying rent 啊，可能 for 师傅的医药费啊、吃饭费用啊，
maintenance 的钱呐、啊，建庙的钱呐、啊，就是供养师傅了，就是看师傅要怎么用，就是 up to 师傅就对了。So， 有谁有兴趣要做这个蜡烛的？这个蜡烛的可以联络我，或者是 Mr. James， 一波的。喷洒期间我们点蜡烛，蜡烛有光，就是我们光，给我们有光。然后呢，为人点灯就明在我前嘛。然后这个钱也是拿去当本给师傅供生的，所以也是我们也是有做功德咯，有光，有做功德 ，do in one 嘛 ，OK 哇。好、20块就不会贵，好吧，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联络我，via 就是什么用这个 Messenger 会比较好，或者是用什么 Facebook 会比较好啦，因为我的 WeChat 现在被人家就是恶意破坏啊，不叫人给使用财啊，哎，不会讲，所以就是这样啦，好，所以这个的这次的这个视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 and the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